治他的病。但是舍利养明文，你得舍弃，不要有求明文的利养的心，求名，或者求利，有这个心的，那不叫玄正法了。舍弃利养明文，玄说正法。现在普遍的病，每个人都有，生老病死。不论说大乘法好，说小乘也法，都能除得生老病死的病，在法身上的病。一切说我们前头讲的啊，说法第一个要离开五欲，妙法要啊，有佛的法就是除五欲的，五欲是烦恼，这病的状况，明文利养就是五欲。玄说正法，除五欲，不是我们经常说吗？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这明文利养就是，是病当中，佛又跟金刚藏菩萨说，菩萨善男子。菩萨摩诃萨福有境界大甲肘轮，要菩萨摩诃萨成就齿轮，重出法心，一切五欲皆能除断。你说这个是小乘是大乘？持戒境界清净了，持戒就是断五欲啊，这是菩萨摩诃萨的境界大脚九轮，不是声闻缘觉的境界，是菩萨的境界，是菩萨戒。甲肘呢，有防范烦恼了，侵扰你，破坏你的境界。披盔穿甲衣服，就防范的意思。说菩萨用佛所教授的清净的戒，就是甲肘，一切烦恼侵扰不了。那么这一种的境界超胜了一切声闻独觉，能够给声闻独觉做大福田。那福田这个专字是菩萨境界，那么皆应该供养成事守护。就是二乘人声闻缘觉都应该供养持境界的菩萨摩诃萨。什么叫境界大家走轮？也佛自己解释啊，云何境界大家走轮？善男子，菩萨的境界有两种相，一者共相，二者不共相。共相呢，就一切众生共，
众相呢，只有菩萨，大菩萨，其他的众生没有这个缘，没有这个份儿，啊，那就要只有一个是共相，一个是不共相，以下就分别讲什么是共相，什么是不共相。什么是共菩萨共的境界？菩萨的清净界跟一切众生、跟一切二乘都是共的。那么为住在家近寺近住所受的律仪，或者是出家的所受具戒、具足的别谢得戒。入世的律仪别谢得戒，这是菩萨共境界，这是这个轮啊，二乘跟菩萨都共有的，那声闻乘、独觉乘所共的，那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妄言，不绮语，讷口啊。这个跟菩萨声闻都是共的，菩萨由这个戒轮能除一切有情的烦恼乐见，菩萨利益众生啊，因为以这个共的戒轮使众生都持清净戒，就没有烦恼了，也没有哪见了，绝不趋向于烦恼和哪见。这个呢，使他的业障的生死得解脱，这叫大家走轮。走是盔，帽子上戴的，头顶上盔，甲呢身穿甲，防护的意思啊。防护禽药，持净戒防护犯戒的禽料。这种的菩萨摩诃萨跟着给能给声闻缘觉做真实福田，再加二众啊，男的叫近似男，女的近似女，近住。静住是在佛身边静住，在三宝身边静住，或者叫近寺吧，也可以。这些是哪供的呢？三皈、五戒、八关斋戒，这属于近寺，在三宝的前，亲近成是三宝。那就是一般所说的三皈五戒八关斋戒。出家的二众他要受具足戒，说除了家了还没有受具足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那叫沙弥、沙门尼十戒，多了两戒。具足戒呢只是别别谢脱，是比丘、比丘尼，具足一戒，解脱一样，都具足了，别别解脱。250条你成清，是清净了，一戒都没犯，了了生死了，对，断了生死烦恼了。解脱了，这叫正得阿难果的别解脱戒，这叫律仪的别解脱戒，是菩萨的境界轮，与二乘共，一切近似男、近似女共，共什么呢？举个例子说吧，
然后地藏王菩萨现的比丘像，地藏王菩萨是菩萨呀，大菩萨呀，但是他现的比丘像，他就跟比丘独觉声闻共的清净界，256清净界。跟声闻都叫成共的，但是他又是菩萨又是比丘，这叫什么呢？叫菩萨比丘，菩萨比丘所持的戒呢，共净戒，这个清净戒啊，是菩萨与二乘共的，有受比丘戒，有受菩萨戒。咱们现在是三坛大戒都受了，都是菩萨比丘，都是大菩萨。在印度啊，不行，没有这样的。在西藏也不行，西藏不是三坛戒受的。我在我那个下巴人木齐师父跟前，我在他身边10年呢，没有受比丘菩萨戒的，受比丘戒有，受菩萨戒简直绝无。菩萨戒有密乘戒了，西藏受密乘的一定得受菩萨戒，一般的西藏的寺庙的喇嘛只受比丘戒，没受菩萨戒。受戒的方式跟大陆不一样，单一受，没有三个一坛的。他们只有三思，没有其正。三思，三个，一个德界和尚，一个教授和尚，结盟和尚，三个人给一个比丘受。不是三人一坛、10个人一坛、5人一坛，这个现象没有。沙弥戒呢？你进了庙的时候，当沙弥一定得受。进了庙一落法就受沙弥戒了。比丘戒，那得很长一段时间，学很长一段时间，受比丘戒，那单人受。菩萨戒呢还没有，那有时候受密宗，到密宗院不得三大寺，那有密宗，他跟你受密宗戒叫金刚戒，那受的法子不同。菩萨受了戒之后心里就清净了，戒是防护的，防护你牲口，更重要是心。不过小乘啊，声闻缘觉啊，注重事，注重四相，心里起心动念不算。菩萨不行，菩萨一起心动念，就是杀戒吧。那些比丘戒、杀戒，你得把人杀死，杀畜生不算，只是说杀人，杀人得杀死，是杀伤了，还没犯根本戒，也当时杀死了，说杀畜生，犯戒不犯严重的戒，犯的轻微。可通忏悔，每一届都如是，是比丘是注重事，菩萨是注重理，菩萨在事上跟众生是共的，跟生物都解是共的，菩萨的起心动念的戒，菩萨的意念
杨玉玺动不动念，当你心里一打主意，犯戒了。比小姐得有四十，犯成了四十，同时偷盗戒。菩萨一起心动念，想拿别人东西，犯戒了。那比丘呢，得把那个东西拿到了，距离本处，才算偷盗。但是这个注重的呀，是说菩萨跟比丘供跟不供的问题。以下就上的是讲供的啊。那菩萨跟比丘不供的境界，大家讨论又是什么呢？菩萨普于十方一切有情，其平等心。这个戒很难了，咱们看畜生，绝不得把它当成人看。菩萨把一切畜生跟人平等，凡是有情，一切有情平等心，没有我耐哪个不耐哪个，那不是菩萨了。他耐是平等的，咱们说大耐吧，大耐呀，耐一切众生，包括蚂蚁呀、这咬你的蚊子啊，吸你的血的，都把它平等当成了，跟人平等的耐。没有搅动的心，没有怨恨的心，要一有怨恨，犯戒了。心一躁动，犯戒了。第二个，护持清净戒，起心动念就犯了。普有一切的持戒的、犯戒的，乃至于布施、悭贪、慈悲、忿坏。布施是对着悭贪的，慈悲啊，绝对没有嗔恨，绝对没有烦恼，绝对没有愤怨。对一切众生，对精进的众生、懈怠的众生，平等平等。那对于懈怠的、精进跟懈怠的，佛对于懈怠的是慈悲他，让他精进，教导他，那不厌烦他，不舍弃他。上品的众生、中品的众生、下品的众生，三类不同啊。人吧，人的当中高贵的呀，尊贵的、富有的、国王大臣，平等平等，没有高低之想。人跟畜生，在菩萨看待平等平等。没有差别心，也没有差别想。遥以有情界，一切有情，不是单指人类说的。没有差别想，但有寒食，有食的。菩萨是这样的护持境界的，这是跟声闻缘觉不共的。能够普于三界一切有情，永远没有愤怒，没有嗔恨，没有恶行，这是菩萨戒。要恶行犯了菩萨戒了，有差别想犯了菩萨戒了，有分别心犯了菩萨戒了，护持境界。为什么菩萨戒跟我们所受的分别这么大呢？菩萨戒是卢舍那佛说的，是佛的报身佛说的，不是化身佛说的。卢舍那佛
在千叶莲花之上，那莲花座正是一千叶，一叶一个释迦佛，那是化身，叫大化。毗卢遮佛跟千世家说，千世家呢，每一释迦佛的底下有小化千百亿释迦，释迦牟尼佛又跟千百亿释迦说，千百亿释迦在四大部洲人间给一些菩萨说，他的说戒的层次是这样子的，凡是有情的世界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五色界有，都具足五蕴十八界十二处，全无分别。菩萨是无分别的，护持境界的，并不是依止欲界护持境界，也不是依止色界护持境界，也不是依止五色界护持境界，三界平等的护持境界。菩萨观着一切众生平等平等，不依于一切德与不德护持境界，就是三聚境界的这种，不是德与不德，不依着住行的护持境界，不依着他的行啊，就是他的作用，他的运动，护持境界，这叫菩萨不共的境界大家找论。卢舍诺佛跟释迦佛说，释迦佛跟化身的释迦牟尼佛说，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说的，对。四十八情啊，完全是地上菩萨持的。那时候在印度，或者现在的西藏，学的菩萨戒，受的菩萨戒，不是十纵四十八情，是六纵二十八情，是弥勒菩萨说的。六纵二十八情戒是人凡夫。人间所能受持的四纵十纵四十八轻是地上菩萨受的，登了地的菩萨才能持清净戒。十纵二十八轻，六纵二十八轻啊，六纵二十八轻一般凡夫能持能受，这样子以菩萨心，菩萨他定力非常强，不为外境所动，发菩萨心呢，他的定力非常转的非常强，外界所不能动，同时呢菩萨的心能转境，对外边境界强，他能转转眼成境，绝不被境转。所以四十八情戒菩萨能持，地上的菩萨能持，发菩提心要行菩萨道，想持菩萨的境界，一般的呢受的是六纵二十八情，得减少一半，这样才是真正的菩萨心。一个共，一个不共，破了戒了，破了戒了，就不是真正的清净了，但是得要忏悔。
散会请进。刘寿菩萨一定有布施，舍一些众生。那布施呢，是跟监贪相对着的。如果菩萨不布施，犯戒了，对凡夫没这个要求。菩萨，菩萨必须得慈悲，没慈悲。如果你对任何事有愤恨，乃至起这么一个念头，破了菩萨戒了。菩萨做一利益众生事，有一件的一点点懊悔心，破了菩萨戒了，这懈怠心生起。对上中下三品，三品的友情，对待人，对待畜生，乃不光是海里的畜生啊，陆地水生，在人跟这个畜生，你起一念，纵使人类情是畜生，犯戒了，犯了菩萨的平等心戒。菩萨没有这个心，也没有这个念，这样是清净了，叫菩萨护持清净境界。那菩萨戒呢，简单说是心，心。比丘戒呢是色，是相。菩萨心他证得的都证得空义了，一切法都空，都证得般若义了，有智慧，有智慧才能空得掉一切有相，都不执着了，叫知相与不知相的清净戒，这就是菩萨着相了，犯了戒了，不着相吃了清净戒了。那再深入一点，杀生放生，那菩萨对于这个众生又哪怕其他的众生，那其他菩萨应当制止这个，让他不要恼害其他众生，他自己不听。佛在往昔时候，他做大船主的时候，船有一个人要想这500个人，我船上这500人呢都杀了。那船主呢叫释迦牟尼佛前身呢，来制止这个，让他不能这么做。他制止不了，他不听他的，他就把他杀了。是破戒啊，就是持戒。在这个大菩萨的境界，不共的，就是他所有的行为都不是，是凡是在相上的都是空的，他唯心识，光是心界。心常时住在清净界上。那如果说菩萨这样杀这一个恶人，就到那事儿上，犯戒不犯戒？犯戒。还报不还报？还报。在他被杀的那个份上，他有还报。他就是这500个人，就是他不贪恋，不执着，也没有说还报不还报。那菩萨要做就这样做的，他的心平等平等。咱们说以前学大乘的教义的人又说，我和尚杀那个人其实善念，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善心啊，慈悲心杀他呢。你把人家杀了，怎么是慈悲心呢？假使我不杀他，他杀这500个人，他要受报。
每个分钟他都要收报，都还人家命债，那他就还多少生多少生都还不完呢。所以这在这个观念上，菩萨杀他是慈悲。这大菩萨，就是菩萨把他杀了，把他渡了。菩萨杀完他，菩萨的加持力，他不会下地狱的。